粉丝快到100万了，嗯，100万福利就是我们定一个小目标，到200万。100万福利就是让星星剃光头，让我哥穿女装。哎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咱俩就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咱们俩走一场又一场，谁输了谁，谁赢了谁出这个福利，行不行？就比如说我赢了，我就定一个福利是什么？来吗？3局2胜，来不来？敢不敢？是不是怂了？惩罚是什么？就是赢了那个人定，来吗？来啊！来，3局2胜，左一拳右一拳还是直接来？左一拳右一拳吧。行，3局2胜啊！嗯，来来来，预备开始。左一拳，右一拳，随随便便。哎，你看啥呢？你盯着我手看是什么意思呀？你这样会不能那么赖皮吧？你要往前看，或者是看着我的眼睛，但是不是看着我盲抽啊？我也是盲抽啊！你看着我，那我给你拿个眼罩去。来吧，啊，来，预备，开始，左一拳，右一拳。哎哎，变活！我没有变，我是手有点错。行，来来来，手有点糙，然后他出不去。来。又重新来啊！来，左一拳，右一拳，随随便便抽一拳，一局啊，1-0了啊，1-0了啊，快点，翻一秒，左一拳，右一拳，随随便便抽一拳，左一拳，右一拳，随随便便抽一拳。2-0，我赢了。哎，不是，我们凑齐捡到石头布。我真的，我这会儿脑子转的有点慢，因为我很难受，我有点困了。我从昨天那捡到石头布可以，你先让我记一分，就是我从1-0开始，那你就全输了。干嘛？重新来。你让我记一分？不记。你赢2局你就赢了。哎，你总要付出点代价吧？我很累，我昨天晚上知道今天咱们要回家，我一晚上都没睡，然后早上9，吓死我了！外卖吗，老师？啊，您挂点吧，居家隔离呢。谢谢啊。这烤冷面也太小了，来吧、为什么说刚刚就是那个不能积分你知道吗？我算一分，然后现在开始捡了石头布，你来不来？不来的话你就直接输了，因为我已经2-0了。我们刚什么也没玩，玩什么？玩左一拳右一拳。我不承认，没有。我很难受啊，我一晚上都没睡，然后回到家以后，我又开始、哎。我给你重新一次机会，就让我多记一分，你都不愿意。嗯，我回到家。行，催了。啊，直接捡到石头布，玩那个我脑子反应不过来。来，你出什么？来吧。来，直接出啊！如果你慢了，或者找理由，或者喊停的话，直接算你输。行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啊！1-0。真可爱、啊，不是我，因为我刚刚左一拳右一拳，我脑子反应不过来，因为我现在很困，我脑子反应很慢。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决胜局啊！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那就我定吧，宝贝。嗯，就我定。唉，行吗？行不行？行吗？
我干嘛？嗯，我们一百万的时候，那你就，那你就反串一下吧。反串什么呀？就反串，就是像小李超拍的那种，就是带反串剧情的，带着假发反串剧情的那种，对呀，视频，嗯。完了，我们要向那种大剧情发展。变装不行吗？一定要有剧情的那种吗？要有剧情，你要好好构思一下。没事儿，某站一百万粉丝的时候，我也反串。你滚呐！哈，某站到一百万，你想什么时候啊？估计那个时候咱俩加起来得有60对。哎呀，你陪我吧。不，你还陪我一起拍吗？不要嘛，一套写真啊，我们最近想拍写真，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摄影师，写真应该会比一百万要早吧，我觉得应该，写真应该会比一百万粉丝要早，因为真的就是运气好，上一个视频，你要是赶下一个视频，都不知道猴年马月了。宝贝，看一下，里面有我的两动向。我现在很难受，怎么了？就有点困。别装，也不是困，就是眼睛很疼，脑子反应很慢，老是流眼泪。你把我果冻吃完了？干嘛吃我果冻啊？哦，对不起，我后来没点豆浆了，我忘了。这是什么？是我点的榨菜，我点不想吃。我给你扒鸡蛋。不要，我不要在这里吃鸡蛋，会弄到地毯上的。不会的，我给你弄到那上面，我给你弄这里面。那如果你弄地毯上面，弄地毯我舔干净。真是的，别人给你扒鸡蛋，你是给我扒鸡蛋，然后如果弄地上是我打扫卫生。都是妈打扫。那妈现在不在家，肯定是我弄啊。你也不会，懒。我不比你会，那个懒得像一个猪一样。我比你会，那个吸尘器来了，你都没见过吧？我虽然不会用吸尘器，但是我们那个吸尘器来你见过吗？是妈，我们隔离来呀，是妈过来求，其实是妈过来说她看不见说明书的字，然后让我给她看。那吸尘器，我拿，我自己拿就行，我自己拿就行。我来。小这鸡蛋已经几天没吃的鸡蛋了。哇，好大！哇！你的嗓子眼不是能一下子就都不用嚼的鸡蛋？你要不要吃啊？你吃一块吧，我想等我的炒方便面。他不会没过筷子吧？大家看我们的小黄车吧，我们今天都是活动价，没有任何的就是活动了，就是活动价。等我吃完饭，我给大家介绍我们家的产品。不用了，大家比咱俩还了解，也是不必。我觉得我现在看很开，该上咱们家马上上新品了，你先吃一口吧。啊？为啥是我先吃一口？不应该你先吃吗？吃第一口的人会长胖的，真的，吃饭吃第一口的人会长胖的，所以你吃第一口，我吃第二口。呀，我的里脊掉了。你把你那个里脊吃了呀？你吃，我不爱吃肉。如果他再放一点醋，我好想吃凉皮，凉皮还不凉，没点凉皮，不点冷面，你不点凉皮，我吃什么呀？我给你点，你不点凉皮，我吃。
吃牛呗呀、啊！你刚吃的是什么呀？那待会那送好礼人了，你不都想吃了好多了吗？起来吧！哦，我起来呀！他用脚踩我，臭脚！给你点不就行了吗？哎呀，烦死了！这矮子，你刚刚说凉皮、冷面都行，结果我说的是都要，我没有说都行。有露平吗？有没有露平？有露平也都是都要。你还要哪一个？卷皮？我不要卷皮，我那个刚刚那个烤冷面总共就四块，你吃的第一块和最后一块，我就吃了中间的两小块，我都饱了。那你别给我点凉皮了，烧烤你待会别吃，我自己。你不是饱了吗？你炒方便面，我待会也帮你吃了。点吧，凉皮。点吧，因为咱们又出不了门，我们点了放在家里，我可以晚上饿的时候吃。凉皮行吗？我自己点吧，你不知道哪种好吃，我要看它的图片。这个评分就是有一点低了。是他今天说的，他今天什么都不吃，他要减肥。但我觉得没必要，因为咱那么瘦了，咱减什么肥呢？行都瘦了啊！你们能肉眼看得出来他瘦了？就是瘦了呀。看这个地方能看出来。对呀、啊，下颚线，这个人瘦不瘦看下颚线就知道了，比原来明显一点，但脸还是很肉。哎，咱还不明白了。他隔离期间，他就在那个房子里蹦蹦跳跳，蹦蹦跳。我每次给他打电话，他就说他在锻炼呢。我就在那个地方躺着，我就是没有人叫我，我绝对不起来。我就都快死了，躺死了都快，生命在于运动。快点吧！我不是不给他点，我怕星星晚上吃多了他胀气。他的身体我是很了解的，他你别看他现在就是没有开瘦脸，你看要开瘦脸，他的脚不怎么着都得就是那种就这个样。我开了10%的瘦脸。就是杨洋开瘦脸，他脚过来以后，他脚就这样，应该这样。开10%，他可能没看不出来，基本上没有。看我隔离的时候这个地方。啊，今天回来跟我说，磕在这个床脚上了。我想，床脚还有。赶紧给他抹了点维生素E，可不跟我在一块儿就是粗心大意，在一块儿也经常受伤啊。维E有用，我妈每次说就是受伤了就抹维E。别听咱妈胡说，没用，真没用。哦，我刚刚说凉面，别装了，我拍的是这。你放屁！你明不明白？哎，你看拍别的地方也没动静呀，没反应呀。别的地方不疼。你。何姐，你别急，我说。何姐。
每次给我挤黑头都挤不出来，然后会给我挤得很痛。挤出来了，挤出来了，你都会，你看看，你就他每次这样挤出来以后，就你看看，然后就给你抿到脸上，然后让你自己抠下来，然后看看那个黑头有多大。大家晚上好，这个是卤蛋一号。大家晚上好，那个是儿子。今天我们俩在沙发上，就是。我不是中午点了一个榴莲披萨嘛，然后我吃了一半，他吃了一半，然后我在沙发上，我们俩在那闹，然后我就摸着他的嘎吱窝，他特别怕痒，我就摸着他的嘎吱窝，我在那，我操了哥，一般我就不会松开的，我都会就是他得求我一会儿我再松开，然后那个我就接着松开，然后他又问我说哥你咋松开了呢，我就他说哥你咋这次这么好松开呢，我说我以为大粪池崩了呢，然后我就闻着一股你自己也吃榴莲了，谁嚼呢，你自己也吃榴莲你的脚我嘴给你脚一个味儿，我嫌谁脚呢，宝贝，你过来呀，不过咋了，丢面子了啊，丢面子了，昨天晚上躺着看星星的侧脸像不像蜡笔小新，宝贝我给你记一下这个人的 ID， 他说啥我给你看一看，他说快我给你定格在这了，你快过来看，你让他放门口走就行，老师是外卖吗，你帮我放门口就行，我们在隔离，你就别进来了。好，谢谢。不用等，两秒钟走的人影都没了。只就过不了两秒，人影都不见了。咱们要在那里撸串吗？撸串呀，在哪撸啊？在哪？你准备在哪撸啊？哎呀，他这个脏不脏呀？咱俩不能在屏幕里撸串。因为你介绍你这顶上有产品、哎、咱们在那儿吃吧，你在那儿吃啊、嗯、啊行，那我得把这个拿走，你先换这个歌吧，好 A 面 B 面都可以，好，他看我给你读的他原话，他说啥呀，脏脏晚上床上看星星的侧脸像不像蜡笔小新、嗯、啥意思呀不是，他说我脸胖呗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说我脸胖，我不知道呀，我听不懂，我不敢说，你别装了，你不敢说，你整天捏我脸，你肯定跟他想的一样，我看谁我们定回来了，你拿过来吧，在这边吃啊，那怎么拿过来，他叫什么呀，啊沈台啊，他叫沈台，那个字念丹吗，丹那哥哥呀，真的是我很无语，那叫丹姨好吗，沈台星读了两个偏旁，丹明你别气我，你真的好丢人啊宝贝，我像蜡笔小新吗，不你像文盲，啊这个我操都傻了，你在干嘛宝贝，你的那个啥没到，
不过来吃饭啊？你先吃。啊？我要看看刚刚说我像蜡笔小新那个人走了没有。人家开玩笑的，人家开玩笑的。他才不是开玩笑，他就是说我脸胖。人家开玩笑的。像你这些黑胶，你也不会说它再生吃，你也不会把它卖掉呀。可以啊，你肯定不。那我们买两张吧，我们留一张生吃。就是说，就是，哎，我是不是太小气了？其实没有没有，那个你给我剃一下那个。你买一个其实也无可，你没洗手是吧？还有一个花椒，花椒是花椒，咱家也有。我还想卖那个花椒锅巴呢。不是，我听我说完，花検是大概300左右。咱就买那个花椒。有没有花椒咱家有吗？咱家缺一个，就是你说的那个花椒，就我觉得300多可以买，咱就买那个。我就喜欢那个花椒。我也很喜欢听花椒，因为我觉得花椒听出来的那个味道都是花花花绿绿的，都是那种感觉。哎。